绝妙天禅师教你看易超能力。 COVID-19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，疫情扩散全世界，确诊病例与死亡数不断攀升，全台疫情延烧，加上确诊者感染源不明，人心惶惶。不绝妙天禅师慈悲开示，百万菩萨百万军，百万菩萨一条心，心如金刚不变形，为了众生一起拼。不绝妙天禅师呼吁，疫情越严峻，心要越安定，更要配合政府防疫，勤洗手，戴口罩。不绝妙天禅师表示，面临任何无法突破的瓶颈，突如其来的灾难，或个人生涯规划的祈求，职位升迁，创业投资，先把心静下来，手结金刚莲花印，专注明心脉轮。不绝妙天禅师送给大家一张来自地球佛国的祝福观音平安电子佛卡，这是由禅宗第85代宗师不绝妙天禅师开光加持，可以设为手机桌面或放在相簿，随身携带，常保平安。请广传亲朋好友，愿所有人安然度过疫情，一切无碍。欢迎大家下载值得收藏的观音平安电子佛卡。不绝妙天禅师邀请大家一起加入地球佛国大家庭，佩戴加持开光过的徽章，可以增强免疫力，接受佛菩萨时时的护佑，让我们一起祝祷疫情减缓，天佑台湾。